欸，那怎么分？怎么分？来来 来, 來，男生抽女生的大头牌。哦，哎呦，男生抽哦。等一下，我在哪里？不能讲，谁知道？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们也很想知道你在哪里。对，那都有，都有哈。好，真的都有。阿奴在这边哦，大家记得哦。你要重洗啊。好了，会了，会洗牌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记这一张就好，记这一张，别的不用管，就记这一张就好。啊，不行啦，没有人，没有人，重洗了，来重洗了，我都知道我在哪里。他们要重弄了，重洗了，就随便搓一搓，随便搓一搓，随便搓一搓就好了，不用拿过去搓。你干嘛这样？你不要换五张阿诺。好，随便摆。就第一张打开就阿诺这样。OK， 好，五张。所以阿诺是卤煮，今天的卤煮。哎，卤煮也不错。那如果赵群抽到阿诺，他以后就不想来台湾了。那你知道台湾有多恐怖？宣传期结束就回新加坡了。对，新加坡太好了，太不用宣传，他明天就走了。他应该更怕抽到群群吧？不然他声音变这样怎么唱歌？哎呦，也是。歌手蛮重视。你不要这样子。他搞不好这里面他最想抽的就是青春。如果是我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好，来，那就五个男生抽，谁要先？我先吗？先，你分之一，我几率大一点，几率小，不要再啊！对对对对对，小对。如果我们没抽到，你就变就是比较我比较有几率抽不到他。对，那如果五分之一你还抽到，那就是命定。哎，我人就站在这边，可以尊重我一下吗？阿诺，要不我们就不要抽了，我就直接配给他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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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意的举手。好，我们同意，同意的分数。民主时代，民主时代就是要投票。我们是多数决，这个是有抽签的赛制，你可不可以尊重一下赛制？哎，可是刚主播也有，我要再看也是阿诺。我跟你讲，拿了先不看，拿了先不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哦，你要直接先开的。好，来来。好，来哦！没有的话我会哭哎。要不要换？要不要换？不换，不换，不换，不换。等等等等等等，不换，这是不要。你确定？我觉得。不换，不换，不换。要不要换？不换，不换，不换，不要换，不换。我确定要不要换？不换。你这么 TK 中，对对，你中了就中了。对，你不要说我们没有翻开，不要给我脏话哦。不要说我们没有提醒你哦。真的不换，真的不换。我觉得。我觉得你换一下、喔，我觉得，等一下你觉得怎么样？可是我觉得你翻开可能会飙脏话，我也觉得会哦、喔，我也觉得。他刚咪牌的时候我也有咪到，我也看。你四张都有咪到吗？是全咪。来开了，开了，没关系了，开了，一切都是命。不可能吧？不会啦，咦，怎么可能？三，那么巧的事。哎呦，上号，上号，上号，重录，重录。赶紧拿这个，你不要，你再录一个，再录一个。来，现在抽个屁啊，直接配就好了。不是你刚抽的那一张吗？对啊。不换嘛，不换你就开，不换你开啊，快点。好了，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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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我还在洗洗，还在洗洗，在在在洗。你这样洗太明显了。不会啦，这个门真的，剩下的我们谁都 OK 了啦。没有啊，阿诺还没抽掉啊。对啊，对啊。阿诺在里面。对啊，对啊。哎，还是洗一下啦。对啊，而且这蛮，而且这蛮明显的，他那一张蛮明显的。为什么我那张明显？我那张是特别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我放后面，我放后面。没没没没。你真的不，大家真的好，你真的不跟我。连你都要把我跟他凑一对。他只是觉得我想成全他，哎，对啊，想要成全阿诺。哦，好，来，接下来，哎，赵群，来来来来。好吧，来者是客，新人就要给你新的机会。希望你有好运啊。那你先讲，你先讲，你最想跟最不想抽到谁？最想抽到谁？我想跟大牙。哎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有看节目。因为你不知道，感觉他的战斗力比较强。哦，那最不想跟谁？最不想。没有人，好厉害！没有他其实已经讲很明白，除了大牙，他谁都不想。好，那看你抽到谁。哇！他把最好的抽走了。可是我觉得也需要啦，因为赵群算新嘛，让大牙来帮忙协助一下。哇，那这样子这样这个哇，厉害厉害，三张厉害厉害。你们给小梁哥先抽好不好？我怕他抽到我，你还会怕人家抽到你哦？我怕两一个
老弱残兵在一起，这怎么玩啦、如果他们你怕，你以为我不怕吗？如果他们两个同一组的话，希望他们接下来一直抽到卤煮。对啊，对啊。而我们两个一组的话，那就你们录你们的，我们录我们的啦，就好啦。今天其实就四队在玩，这样。对啊，对啊。哎，小兰哥，来，小兰哥，你先三队交给你了。我拜托了，我今天不要抽到我。阿诺，我也想赢，我有羞耻心，好不好？阿诺。你可能就是这个一换就安诺了。本来你上一次这么紧张，大概是结婚的时候。选老婆都没那么害怕。哦，哎呦，哎，圈圈。哦。哇塞！口罩需要。对，一个是心理受伤，一个是身体受伤，就这两个。但是你们有没有看圈圈的感觉？他说怎么会是我？对，被抽到圈圈好难过。对啊，好像抽到你的，你被你抽到，我也不是很开心。我上次来战力都很强哎。嗯，看一下回放嘛。找不到哪一集他就只有一个做气球很强，然后就讲了好多年。我现在一直回想到他讲一个画面，就在海盗船上面。等一下，我不能呼吸，我不能呼吸。那个真的，那个真的已经濒临死亡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呢，我想说，那就不要玩了，好不好？他说，那还有十二秒，要不要把它录完？他没有在管艺人的生死。但我跟你讲，这是 OK 的。因为身体的受伤是可以经过时间修复啊，对。可是心理的受伤有时候是一辈子，是，就是很难处理。嗯，你怎么啦？你现在还没有走出来是不是啦？现在有两个人声音变小了。就你们在这里聊，其实一开始有想说要加入你们聊天的话题，但后来聊着聊着就没心情了。谁？你们在聊天，我就开始心情低落，又看剩下这两张。哇，这不是天堂就地狱哎！对啊，因为就剩花花跟阿诺。哎，等一下，他们两个还没啊？来天堂地狱哦。那你们俩同时抽？我们用比的，好不好？如果选到同一张，我们就再选一次，好吧？啊？一二三。啊！天哪！那你先这，反正在洗牌嘛。我们刚选了，我们看看这个是谁。哇塞！你们他好抢手啊！我很热门哎，真的，拜托。你喜欢你选，我们不会又再选同一个吧？你们不要。一二三，再翻，看是什么？看是谁？好嘞，洗吧，再洗，再刮杯哦。那你们怎么办啊？还是猜拳赢的人决定？对啊，先拿谁先？没有，我们就再比，比到没有对到为。OK， 可以。你们是为了不想跟我同一队，一直玩下去。一二三，你们俩很烦。这是谁？啊！又是阿诺，好恐怖哦。还是我抽你们两个好了。哎，可以。一二三，哇塞！你们俩，我选这个，我选这个。我选这个了。等一下，换一下，再换一次，再一次。对，因为阿诺后来这个决定，我觉得也是挺好的。因为你们两个既然都一直选一样，干脆就让阿诺选你们好了。对啦。你洗一下，洗一下。这比较好啊。好了，至少这样子，如果真的跟阿诺一组，比较不会怨自己。我觉得我快感冒了。好，我来了，你来决定你的今天的伴侣。选到谁？因为我热门啊，选到谁就是谁，就是你啦。我直接打开了。一，我觉得是王仁甫哎。你好。前面三轮你也一直很想选他，因为你都一直踢他的牌。我没有想选他。完蛋！重录。好了 ，OK 啊，好开心哦！你怎么开心成这样？哦，我今天录影好开心哦，一整天都开心了。太扯了，还在录影，而且好，还在录影，太扯了。好了，如果是仁甫跟花花一组，他们抽到卤煮就不太好，就不太好对，超越，麻烦哦，真的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要进行第一个关卡。对，第一关。OK，Go。